怎的了？没过年没过节的，放啥炮仗啊？庆祝啥呢？你看谁家庆祝在人家墙根底下放炮仗啊？给人家大棚崩的都是窟窿。这么缺德呢？他要干啥呀？他要和前女友复合，可人家女孩没答应，他就三天两头来霍霍人家大棚。妈呀，要我也不答应他，这人太缺德了，咋这么坏呢？警察叔叔，赶紧给他带走。真是分手见人品啊，就你这样的容易单身一辈子。